们骗的，我原先不知道。别矫情，能骗你进窑子，还能骗你打手印吗？好嘛，挺大的个袜子厂啊，管吃管住，又销手又拿钱，这么好的事情，你打着灯了都没地方找去。好，我去。姐姐，你们都在工厂做事啊？我们这地儿是窑子。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你还盖了手印了吗？南岭家的厂令。这回你还说你是贞节烈女吗？呸，天上来的下三滥，还沟通国民党的侦缉队来骚动。你的闺女放鹰，这事儿我们这儿经多了。妈呀，妈，孩子，孩子，去你妈的！您救救他，救我们一把的。不是这，不服你往上头告去。上手，我往哪儿走去？你们做官的哪一个是讲道理？拉出去！有钱就有理，没钱就没理。你挤兑着我们穷人还有活路啊？远着点，一趟就好，我知多了。妈，怎么还凑我这一块钱？早晚咱们都一样。哎，有气儿呢，这还能挣钱呢？走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改朝换代的戏我也听多了，哪朝哪代也没听说过不许开窑子。二十年我卖红棍，才满二十年还嫌少，赵全打我，打死了个风起新过来的队长，把我孩子轰了出去，有事没事的去打我，用剪子扎我，一把把头发往下揪，甚至脑袋流血，头回上天没上好，打得我鼻血冒人，肚子里翻了一个海底去，大半夜那也用第二天，姐妹们，我们要快速，快点！好呀！这些年轻人动作太多了，我们不用他们对我们指手江山，我们还是要耐心，彼此相遇。姐妹们有什么要求？要求判他死刑，把他枪毙。你好，